老妈和奶奶在做这个野花，冬天这一个绿色的这一个不要啊，就可以了，把这个切了就行了，就可以开始煮了。开始下锅。下锅了。哇，你好，看满豆了。太满了这个。满豆，满满的煮一锅。哦，开始瘦了。开始缩了，满满的一锅，马上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表面。哦喂，哎呦，洗一下，把这个清洗干净。哈哈，等我的菜。给你吃好几顿，这一盆够吃好多顿吧？那才没得话干，那我能拿得一顿。老爸说随便拿一下都拿了这么多。走，啊，拿点凉拌吃。拿点凉拌吃。放点盐不好。放点盐进去。放点味精。放点辣椒进去。放点咸盐，放点这个酱油进去，拌一拌。好不好吃了吧？嗯，那就满足，为什么吃不饱，我来喝吃了。老爸说好吃，待会儿我也开吃一个。试试看，我来喝茶。我也开吃一个，开吃。哇，好吃。来，老妈也开吃一个，来，老妈。嗯，开吃。